本王的头疼死了，来人放我的狗，把这些庸医都咬死了。我能治好，此乃冰魄神针，千年不化玄冰，经由仙气驱动，可大出血道。冰针居然无法压制，那未来我们的针不仅能扎，这管中控还能注射药剂，本王也来点镇痛药。不疼了。哎，镇痛药是缓兵之计，若想要根除王爷头疼，须得开颅手术啊。什么？你是敌国派来的刺客？这种小刀还想杀我？看我十米长的大刀。不杀，外科史书在未来发扬光大，被广泛应用于医疗，外科了许多疾病。这位医生古代就能想到，他真的是神医。神什么医？糟了，王爷体内邪气爆发了，再不手术恐怕性命难保啊。救不好王爷，你们也别想活。可是我的手术刀刚才被他……这个简单，我让他用这个金光手术刀，就这个。好，好，好，接下来就看我的吧。我干啊！呀，把弓搞成。二位果然是神医啊，我一点都不疼了。大王，你的脑袋！我去，这是谁啊？你的头壳邪气太重，只能把脑子放在狗头里了，你就凑合一下吧。